戒律里头最难持的是名利财色，这四个字沾上一个字，去佛原之原意啊。去善之时，亦复如是啊！印光大师常常教诫人呐、这个是菩萨再来啊，距离我们最近呐、对于现代人的毛病了解得最清楚最透彻。他老人家曾说，业海茫茫啊，难断无如色欲，一个是财，一个是色，难断的。尘寰扰扰啊，这是讲我们世间的红尘的这个社会啊，一番唯有邪淫。最容易犯的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极普遍的啊，电视节目里头有黄色的，有灰色的，啊，网络里面比电视还要严重。这些东西在教啊，教什么呢？教邪淫，教贪财，教争名逐利啊，天天在教你啊。不少人乐此不疲，这个社会哪有安定的日子呢？印祖在比喻里头讲得好啊，拔山盖世的英雄，因此而丧生亡国者很多，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啊。袖口精心之士，这是讲有才华的文人啊，志士，因此而拜戒损名，古今同愧呀。咸鱼共彻同一条路啊！啊，那么看看近代，印光大师说那个近代，60年以前呢、欲念越来越滋长，
淫念越来越狂妄，世界难免末日啊！这个风气不仅仅是弥漫了整个社会，出家修道人也波及了，也被他毁掉了多少善根深厚。青年才俊啊，都因此而丧亡，多么可惜！我们同学当中年轻的同学不少啊，有在家的，有出家的，你们很用功啊，晚上功课做到两三点钟啊，三四点钟啊，做的什么功课呢？网络上看黄色的色情，看这些东西。我清楚，我明白。我常常在劝导大家了。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，这个机缘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如果你是忍不过，转眼之间阿鼻地狱就现前，得不偿失啊！如果你能够晚上工作到三四点钟，你在佛法上，你亲近诸佛如来，你是在积功累德。你如果离不开这些色情，离不开名闻利养的诱惑，你是加速度的堕地狱。你们的状况我清楚，我明了。还有人告诉我，谁告诉我呢？鬼神告诉我。你们看看我的摄影棚，我摄影棚里面供的是九法界，一切尊神，还供着有城隍菩萨。这些尊神常常给我一些讯息，一般人听起来这是迷信，
不知道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他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在华严经这也算是讲的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我们用的时间很长了。我们在世主妙严品里面看到的啊，佛在华严会上所讲的宇宙啊，宇宙是重叠的，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。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多元次的空间，每一个不同维次空间里面都有生物啊，我们称这些生物为神灵。如果你具足真诚恭敬，心地清净不染，就能够跟这些神灵沟通了。一切宗教典籍里面都讲到啊，感应道教啊。我们有感，诸佛菩萨有应，一切神灵也有应。我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更应当勉励自己啊，自己前途一片光明，不能不真干呐！远离一切杂染。世尊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句话要长记在心中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念念都能提得起，只要是不善，我们决定远离。不但这些杀盗淫妄是不善的，凡是对自己道业，这个道业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慈悲心，有障碍的都是不善，都应当远离啊！如何成就自己纯净纯善，这个重要啊！凡人修道，古今中外，是一个道理，没有例外的，总不免磨来障碍。上一次
这一个月前，达尔文有一位居士来看我，他是菲律宾人，不会讲华语，他修定，定中有许多境界，特别来告诉我，这个世间有灾难，这个世间85%都是妖魔啊！我告诉他，我清楚，我明了。85%是魔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，真正懂得的人不懂。85%是怎么说法的？我们自己的身心，不是外头境界，我们自己的身心。85%什么？你懂吗？佛在《八大人觉经》上就说到了，五阴什么？我们这个身是五阴身的，色受想行识五阴身的。烦恼什么？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无明烦恼。烦恼什么啊？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两大类占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比例不止85%啊。外面的魔呢，是天魔。天魔是什么呢？是讲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也超过85%啊！修行难了啊！你为什么会受诱惑呢？在我听到这些讯息，一点都不感觉的奇怪呀！内魔跟外魔交感了，自自然然呢，你就堕落了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够不堕落？还能够勇猛精进，谈何容易啊！所以我们在古今建个念佛堂，我请人事到那边去负责，特别交代他，这个念佛堂如果真正有成就，就一个方法啊，什么方法呢？进入这个道场就不说话啊，你进去到那里去报道，发一个牌子给你，止语下面写上你的名字，你在这里住一个月，一个月不说话；住一年，一年不说话；不给任何人说话。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电话，没有传真，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电视，
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每一天就是念佛。你在这上住上一段时期，你心地清净了，外缘全部隔绝，这是我们帮助一个真正发心想念佛成就的一个增上缘。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四时供养，你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，我们愿意提供供养你呀。人只要不说话，他就不会起心动念了，妄想就减少了，道心就增长啊，杂心闲化了，你所有的功德都从口里流掉了，漏食了，你说多可怕。你怎么能入于法海？不要说深了，一寸一分你都入不进去，哪里还能谈到身呢？这个身是心越清净，慧越增长，你才能入于法海啊。法是指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还是形容啊？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通达明了，这叫如啊。通达明了，自自然然是你信德的起用，决定不是摄心起用，摄心是带着烦恼的。你们学过一切唯识啊？你看八十、五十一心所，每一个摄，每一个心所都带烦恼。都带着有习气。法相中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是转识成智，实在讲也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所说的舍识用根。舍识用根的最初方便就是不说话了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最初方便啊。在这上用功夫，真功夫啊。